夫人，前线吃紧，我要亲自去督战。可子弹这玩意儿没长眼睛，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，有些事情我要跟你交代一下。你说吧。团里的事我交代朗先了，这些你就不用多管了。家里主要是小蒜梅。你想说什么？ 我就怕他日后胡闹。胡闹？他就是再胡闹，还能闹得过原来庙道会的那帮兄弟吗？你就告诉我，我能不能杀他？不行，他毕竟跟了我那么长时间，咱们可是一家人呢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你放心，只要他没闹出边来，我就容了他。 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你的人嘛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是死。丁一，我们为什么就没有亲近的时候？从前是马福田，后来是乔老三，现在又是冯玉祥，将来还不知道是谁。如果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……别傻了，别说晦气话。 相娘，我娘就托付给你了。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就放心吧。那我走了。嗯。电英，你现在就走吗？我还有一些事情，等事情一忙完，我就走。 跟上，跟上，跟上！哎，快点！哎，停停停！二哥，这是大令的鞋，是啊。三哥，他们肯定在山上呢。肯定的，肯定的。走，跟我上山。哎，停停停停停！小心中了埋伏。埋伏个你个头！埋伏，你连个敌人的鬼影子你都没看着，你就嚷嚷着跑是不是？ 你瞧你个胆小鬼，你还有点出息没有？什么呀？我就没出息啊！啊，我是听金大哥说的，金大哥说执行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才是。对对对对对，行行行行行，小心谨慎啊！这回你从山这边走，我从后边包抄，行吗？行，走，弟兄们，走，走走走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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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跟着。老板。 老板，苏天英来了！别打！别打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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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
赌场没钱，你骗三岁小孩啊！快把钱拿出来，否则老子毙了你！别！你是知道的呀，这是冯大帅的店嘛。老子抢的就是冯玉祥，他冯玉祥既然跟我过不去，他不让我好，老子也不让他好过。兄弟们，有，拿钱。是。把钱拿出来，快点，快点拿钱！各位长官，千万不要开枪，我给你们拿钱。拿。别动。走。钱你们拿走吧。把钱拿走就行了，饶小弟一条狗命吧！我就饶你一条狗命，告诉冯玉祥，老子还会回来的。好，给我砸！
全完了。你再忍耐一下吧。准备战斗。楼上的二瓜小队不重要，三瓜小队突然失踪了，他很有可能想从后山包抄我们。你们几个人留在这里挡住二瓜，其他的人跟我到后山去截住三瓜。好，走了。好，走，走。隐蔽。前面就是二瓜小队，你们上。好，上。你们那边，其余的人跟我来。包着他们。好，打硬备救，演习结束。三瓜，别打了！别打了啊！金大哥，这是军事演习。啊，军事演习啊，金大哥。对呀，这都是我安排好的。啊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哎，我万春霞。哎呀，这个笨蛋！哎呀，三瓜，你赶快帮我解绳子啊！好。十三师聂师长，大帅接见。哎，副官，啊，大帅什么时候接见我们？您是？卑职谭文江。哦，你就是跟大帅赌过命的谭文江啊？对对，正是兄弟。大帅今天很忙，见不了你了。哎，你们在驼城守不了三天。现在签署停战条约，你们能多得很多钱。等我们攻下了驼城，价钱就便宜了。兄弟，赶紧劝劝张大帅签字吧。不会，不可能。我们已经守了两天，伤亡虽大，但再守一天，绝无问题。现在。冯帅若是让出安徽，我们张帅会考虑贵军在山东的利益。不要忘了，你们现在根本没有援兵去驼城，而我们在那里有两个团的兵力在打仗。没错，但那孙殿英再守一天没有任何问题，到时候命令他们向你们投降，要生要死随你们的便，这笔钱我们挣定了。驼城，你谁啊？少他妈废话，送我去驼城，少他妈废话。很好啊，大家刚才用了4分50秒，证明我们前一阶段的训练是非常有效果的。那哎，三瓜。你刚才敢占我便宜，那是军事演习，当然要逼真一点了。好，你等着，饶不了你，你等着。以大家刚才出色的表现啊，
我们以后再也不用害怕那些小股土匪了。大家拿起武器，就让这些敌人在我们面前心颤。我们只要按照这样坚持不懈地练下去，我们将会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。好，说得好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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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啊，我们大家先商量一下。大队长和两个分队长，由谁担任呢？那个，大队长当然是韩莹担任了。那分队长嘛，就由我来当吧。好，有谁不同意吗？没人反对，这个提议就通过了。那第二个分队的分队长，咱们选谁啊？那当然选我了。我不同意。你为啥不同意？三瓜已经是分队长了，你再当分队长，我们村护卫队岂不成了看瓜队伍了吗？既然大家不知道选谁，那么你们看选我怎么样？哎，既然你有这个意思，早说嘛。我同意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好，那现在就由韩莹大队长宣布任命。我宣布。对对啊，你是大队长，当然应该由你来宣布了。我宣布，大家都听好了啊，我们马兰峪村卫队大队长由我韩莹担任。第一分队队长呢，张三瓜。嗯。二分队队长就是金大哥。嗯。金大哥也是我们的军师。就这么决定了，大家必须服从啊。哎，以后大家就别叫我军师了，叫我顾问就可以了。哎，我还是叫你金大哥。好。鉴于你们这次表现很出色，回去后每人发步枪一支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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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金大哥，你用什么枪？我呀，我有这个。给你们看看啊，拿，看见没有？拿，看看。这支枪好像是金的吧？哎呀，不是好像，那就是金的。啊，金的得多少钱啊？金大哥，从哪儿弄的？啊，这个。哦，这个啊，是金大哥从英国带回来的。对，你说这外国人这败家子儿啊，做个手枪也用金子。拿，二瓜。嗯。三瓜。哎。哎。分两个打火机给你们，以后打仗的时候可以用来生火，用来照明。哎，着了，着了，着了。金大哥，那你呢？我。看。
抢不了了，为什么抢不了？因为他们把粮食烧了。看来不是空城计，是空城。这孙殿英也学着当年刘玄德火烧新野，看样子他们没走多远，给我追！是。快点！快！敌人退了吗？敌人一直穷追不舍。 丝毫没有退的迹象，冯玉祥占尽了便宜，难道还要赶尽杀绝吗？大哥，天线怎么样？
别提了，好多人都跑了，我拦也拦不住，这下人心都散了，别等冯玉祥打了，咱自己就垮了。弟兄们跟着我就是想混口饭吃，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。大哥，你们几个有谁要走的？我老孙绝不阻拦。大哥，我的命可是你给的，你不管到哪儿，我都誓死跟着你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种话？大哥，还是想想，下一步该怎么办吧。天下这么大，竟没有我藏身之处。团座，我倒是知道一个地方可以暂避一时。子曰：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”不必多虑啊。照你说的办吧。哎，哎，团座，团座，你看，此山地形不错，上面有个山洞，可以暂避一时。德强，文江，到，把所有的马车都牵过来，都到上面去，都去。是。哎，团座，来。苏英就住在这儿。苏英的妈妈。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你啊，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连家都不回。娘，我在这里有事要忙。你有什么事？守护东陵啊。东陵？怎么不让我进屋吗？哦，娘快进来吧。娘，哦，娘，您坐吧。不用了，说几句话就走。索公子跟你一起读学堂，青梅竹马的，你怎么连招呼都不打一声，越来越没规矩了。索大哥。索影，咱们很久没见了。哦，有五六年了吧。索大哥，你怎么也来马兰峪了？是陪我来的。上个月索家下了聘礼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我同意把你嫁给索公子。你收拾一下东西，今天跟我回天津。什么？娘，这件事……这事儿我已经定了，不用再说了。索家自从弃官经商以来，家运亨通，声名显。
东西，这些东西一旦抛开了，我会活不下去的。是金玉泽还缠着你不放吗？是他还让你执迷不悟吗？不，不是的，娘，不关他的事。你要气死我呀！啊，娘，你也不会明白的。我的心早就不属于我自己了。娘，你就当没有生过我这个女儿吧。你给我回来，苏英！你给我回来，苏英！伯伯，别着急，给苏英一段考虑的时间。一定是那个季玉泽。苏英姐姐，苏英姐姐，苏英姐姐，你跟着我干什么？我，你们刚才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现在开心了吧？但你别以为没人给你讲玉泽哥，你就可以嘲笑我、奚落我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走吧，我不想见到你。二瓜领着，小右转，跑跑走，快点跑！一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好，注意步伐啊！拿好了东西，一二一。哎，你看，啊，那儿好像有人找你，哪儿呢？一二一，索巴图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停下来。啊，停停停停，今天就练到这儿了啊，大家回去休息吧。好好好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快点走啊，走吧，回家休息吧，走吧走了吧。哎，没走两口啊。别说了，哎，咱也没跑，你干农活还累啊。索巴图。你怎么来了？玉泽，什么时候从英国回来的？啊，我回来有一段时间了。哎，你怎么样？听说你现在是溥仪爷的第一护卫。满清没了，可是皇上总得有人照顾啊。嗯，来坐。来来，溥仪爷的身体还好吧？现在世道很乱，有没有人找麻烦？比起历朝历代的末代皇帝，咱们的溥仪爷算是好多了，身体不错，精神也很好。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对了，前些日子我还到你们家的老宅子去了一趟，帮你清理了一下。哦，多谢你了。我回国后还没回去过呢。啊，我这次来是和苏英母亲一起来的。哦，我们家为我向苏家下了聘礼。我这次是希望把苏英带回去。哦，你还不走？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？我是想告诉你，金大哥他不是不喜欢你，他是有苦衷的。笑话，玉泽哥的苦衷你怎么会知道？我就是知道。玉泽哥亲口告诉你的？不是，我是偷听到的。偷听？你偷听到了什么？我偷听到什么？我不能告诉你。你听我的，你先不要走，等金大哥想通了，他一定会娶你的。既然你知道，你就要告诉我，玉泽哥他为什么不肯娶我？我不能告诉你。你快告诉我。
我不知道。你给我站住！哎，你快告诉我！我不能告诉你。你说不说？我不能说。你到底说不说？哎呦，怎么了？哎，怎么回事？苏英，你太过分了！你别以为我怕你啊，我也是跟金大哥学过阳拳的。哼，阳拳，你给我起来！啊！哎哎，苏英，你根本没拿我当朋友。怎么打人呢？没事，哎哎，你们呢？没事，没有，没事。我打着你们了吗？没有。李心脏，只差一个指缝的距离，差一点就出人命了。快，把针线给我。苏英现在怎么样？哦，稳定下来了。哦。季玉泽，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放过我的女儿？难道我们全家死光了，你才肯罢休吗？伯母，玉泽，苏英伤势严重了。哦，子弹已经取出来了，不过。他因为失血太多，再加上这段时间他身体不舒服，如果要恢复，恐怕需要一段时间。没有生命危险就好。不过这里的药物匮乏，他最好还是回天津去调养。你放心吧，我会把他带回天津的。哎，对了，他醒来看不见你怎么办？会不会情绪不稳？使伤口进一步恶化。啊，巴图，我想跟伯母说几句话，能回避一下吗？啊，好。伯母，我去看看苏英。嗯。
伯母，我想跟你们一起回天津。那不可能。伯母，您听我说，苏英她现在刚做完手术，身体很虚弱，从这里到天津一路颠簸，她万一有什么事情，我好在身边照顾她。你休想跟苏英在一起，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。伯母，我就是……闭嘴！今天晚上我就把她带走，她就是死了我也不再让她回来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金大哥，金大哥，昨天晚上苏英姐姐就被带走了，我想拦，可是我没拦住。她走的时候是昏迷的，如果她清醒，她肯定不会走的。金大哥，你是不是还在怪我？我不是故意的，当时那么多人，那么混乱，我也不知道。枪就突然走火了，海英，你记住，枪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。你走吧，我想静一静。留下也很难受。好了，你们多保重吧。韩英，我们一块儿待这么久，你要走我还挺难受的，肯定会想你的。行了，别婆婆妈妈的了，别让我瞧不起你啊。韩英，我也舍不得你，留下来好吗？我求你了。对了，我有一封信，帮我交给金大哥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要听他的。是是。我走了。嗯。路上小心点啊！哎，站住！王大叔，啊，你看这字条写的是什么意思？我弄不明白，你给看看。不念书不行吧？刘泽，我想你，我去天津解家，永。哎，这一个圈儿，永圈儿，圈儿。哎，这个圈儿是圆的，是不是应该念圆呢？有道理。永远想你，刘泽。王大叔，刘泽是谁呀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啊，那个哎。金大哥叫金玉泽，这刘泽是不是他的小名啊？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哎，你说这个想你是啥意思？想你是这个投降你？
要降服你，别去，要招降你。不行不行，我说这是年轻人的事，我弄不明白，你们俩慢慢琢磨吧。啊。